洪永成呢日同三位佳丽出席直播节目，四个人分开四间直播室打边炉。Tony 自己约会嘅时候，系咪都中意去打边炉噶？我比较中意欧玛加些嘅，其实系啦，即系你可以时间又即系慢慢嚟啊，咁又可以多啲时间同女伴啊望下佢，你好靓啊，呀啲咁靓啊你咁样，咁啊即系一二啦，系打边炉。今日同三位靓女一齐食饭，女朋友梁丽贤有冇祝福你啲咩咧？又冇喎，佢自己忙咯，佢打埋咗自己今日，所以佢都冇特別理我。咁啊，所以不過工作一部分，咁同埋呢個時候即係有 keep 住有工作係一件好好嘅事嚟嘅。